上次的影片有一点出错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涂颜色的部分。那好，讲到涂颜色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把关注点放在哪一个地方，这个是由你自己选择的，也可以面向这边或者是面向这边，你自己喜欢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focus 就放在这个车的门口这边了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就是车的后面涂深一点，接下来我们要惨一点就会比较生动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最主要的东西来了，它是代表整个反光的一个技巧。首先我们先把这边涂浅一点，接下来最主要的颜色笔就是白色。白色它可以把我们要展现的部分给展现出来。对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全部的地方给它画好它。这个反光的部分可以一点一点慢慢弄，不一定要全部，但是一定要最好是比较均匀一点会比较好。然后这边给它深。